还有鲨鱼，狗狗定点排便啊，那真的是难度5颗星。如果你遇到了像贵宾这样的狗子，那真的是把你耍得团团转。为了给它建立脚底的记忆，给它制造分区的概念，那真的是方法的用尽了。甚至在3个人轮班24小时盯梢的情况下，还能给它钻到空子。它聪明到什么程度呢？当着你的面，它呼呼大睡；当你起夜上个厕所，它立马起来，1秒钟尿完，马上回去睡觉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又譬如说，他用别的狗狗做身体掩护，一蹲一尿一气呵成。你说他不聪明吧，他把我们耍得团团转；你说他聪明吧，哎，这个厕所他今天就不认，别无他法，只有熬狗。所幸在我们熬了几个大夜之后，这家伙呢也算是在众目睽睽下学会了去找厕所，甚感欣慰啊！感慨一下，大小便训练就是不要给他犯错的机会啊！一次错，一直错。